两侧，夫妻档尽量在一块，我们的颜色就错开了。很好，很漂亮。那我会给各位做一些动作。好了，准备好，一二三，耶！好，再来，那个还没有进来，进来。再来一次，一二三，很好，准备了。我这个照片会给大家的哈，所以我会给我们的小姐，所以你们可以不用拍，我会拍，再集中一点，集中一点。来，准备咯，一二三，出场。再来一次，一二，预备，一二三 ，Good。先跟我来，一二三，耶！
好，看那边，三二一，好。哎，你们各自拍照，你们各自。随便拍都美啊，随便拍都漂亮。好，左边的，右边的，一二三，好，再来一个。来，三二一。好酷啊，超级妙的，你知道吗？小孩都要有企图，你看我的外边全部都是五万，因为我是个民宿，再过四年啊，我用五万子来接待客人了。我不提供肥皂，不提供洗发精，就提供原始的文化，只过原始生活，啊，这是我的目的哈。
啊，真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山，你大概都去过。卡洛罗山那个什么还没有去啊？那是恒温山已经去了。OK， 好，往前走，啊，往前直走哈。哇！啊，你们这一队表现得很好，手牵手。在我们这里，只要手牵手就会怀孕，你要小心点。我们这边能量很强。我帮助十几对结婚十几年没办法怀孕的夫妻来我这边手牵手都怀孕了啊，很好，等一下你去洗洗看。好啊，这个女生个头蛮高的，刚刚的领袖，哇，我发现你们这一团朋友的个很多个头活动很高的，哎，这个170啊，难怪那么高。哎，那个我们德鲁布的语言呢，背后不贵，结果闽南人听到不贵啊，他听到的是不贵，所以我们讲不贵不贵，他说不贵不贵，所以这个山叫不贵山，旁边的溪就叫不贵溪，是这样子来的哈，所以木瓜。哇，你们两位表现得很好，一直手牵手。我们这边能量超强的。嗨。布农族的比较颜色会比较。这一座发电厂的发电量是其他9个发电厂的总和还要多啊，所以孙玉贤先生真的很伟大哈。那么他的引水隧道就在上方，然后待会我们往前走，你会看到有一个瀑布，这条溪哈，你越往上游走越漂亮哦。哇，好美哦，你们两个的正上方就是爱心，做的爱心跟它不太一样哦。好，这个就定位了，来，一二三，棒，
哎，宽了一点 ，OK， 这边还没有倒 ，OK 了。一二三，来，等下出草，一二三，出草，来，一二三，哇，好，泰山，好，你们就沿着步道走，我顺便拍照来，走。拜拜，好棒，好棒，好耶，好耶。来看镜头，很棒，很好，好。OK， 很好。姐姐，看我。好，美丽的小狗，我刚刚都没有注意，对呀，很美，哇，啊，好哎，好哎，大哥，海哥，海哥，海哥。好棒啊，小妹妹，跑步哦。她几岁了？三岁。要四岁。哦。小班啊，跟我的一样，我都有小班。
但是我那个已经是对，我那个四岁多，这市场是整个条路上往上走的，在前面一个发铜门发电厂。哎，你们洗个手就进餐厅。今天晚餐有个刺葱蛋啊，这个就是刺葱啊，全部都刺。我这个外围全部都刺葱。哦，对，哎呀，所以我一定要跑到这边来啊！嗨，作为敌呀，因为也是真的，根本跟随便长的，我只是把靠近墙边的把它留下来。哎，你这个啊，等一下你回去哈，去。洗手，把这个皮把这个皮拿掉，然后里面的籽丢掉，然后那个皮啊就拿来洗手了，它就有肥皂的功效。那个餐厅四周围都有洗手台，你可以洗个手。哇！你要等谁？哈哈哈哈哈！特别再来补拍照，好啊！好，再见，拜拜，再会见。餐厅的四周围都有洗手台，洗个手进去餐厅用餐。哦，这只狗很有福气啊，带着它出来玩。哇，对对对，那个不是，那个是九合局的，但是都我在使用，全体局九合川局，哎，对对对，那是你在管理的，我在负责使用三公顷管理，你看，哎，三公顷哎，那也可以去那边露营吗？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露营，不可以露营，警察马上赶你。是啊，啊，上面水库在上面，这上面是部落。哎，这个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住的地方。哎，上面有学校，有个100多年的小学校。当然有啊，全校大概只有50几位。哎。